又到过给 Crispy and Healthy 节目了。今天我们来做香脆玉米片香肠，先把枸杞粉和蒜蓉胡椒枸杞粉一起搞定，再加进冻水一起搞定，把奶酪香肠放进去将均匀，再放到玉米片里将均匀，然后放到已经温热的油里炸，炸到熟金黄色，拿起来，再把已经炸好的香肠放在碟子上，再撒上辣椒枸杞粉，再放上沙拉油和番茄酱，和沙拉菜小番茄一起食用，这样就好了。